公河，东南亚的母亲河。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青藏高原的高山上，冰雪慢慢的融化，汇成了一条小溪，这就是湄公河的起源地。下湄公河由上游源头的融雪、数百条支流和季风气候滋养着。沿着这条河流，各地的人们给它取了不同的名字。流经景洪时，傣族人及大多数中国人称它为澜沧江。流经泰国和老挝之间，成为两国的边界河时，当地人称它为孔，泰国人则称它为湄南孔。当它离开老挝进入柬埔寨时，当地人称它为东雷孔。最后流入越南，它被称为典。在湄公河三角洲处，这条伟大的河流生产出许多的河道，这里人们称它为九龙。湄公河从源头到它的入海口全长为4909公里，是世界的第十大长河。沿着湄公河，当地人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利用这条河流。在中国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附近，人们把它视为神圣的河流，这条河流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意义重大。从景洪到下游，河流是生命的来源，它提供了食物、交通运输和安全。一项研究指出，超过6000万人的生活生计与湄公河流域富饶的自然资源息息相关。居住在河岸的村民在沿河的沙滩上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虽然这种农业是季节性的，但它为村民提供了全年的食物保障。泰国河岸菜园的农产品为周边国家的人提供食物。泰国北部的数个主要批发市场把湄公河河岸的农产品分发到了更多的当地市场。湄公河流域至少有1300种土著鱼种，仅次于亚马逊河。湄公河下游流域的淡水鱼年产的经济价值约20亿美元，是世界淡水鱼产量最为丰富的地区。边界的湄公河生态系统复杂，这里聚集的浅滩、漩涡、沙滩和支流都是当地村社重要的捕鱼区。
当地的渔民对这些生态系统了如指掌。在近几十年，湄公河上游的开发项目，例如中国境内的建坝和河流改造，对下游产生了跨境影响。在泰国清莱府沿河居住的村社感受到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改变。由于上游大坝运行，导致当地河流水位产生了非自然的变化。当地村民的研究显示，河里的鱼的数量逐渐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计。通常河流的水位涨落是根据季节变化而定，但旱季时水位降低，但当水坝建成后，水位的涨落不正常，这影响了整个河流生态系统，并破坏了我们的河岸菜园、捕鱼业和鱼类的回游。对下游的影响越来越带破坏性，特别是2008年8月的水灾。从8月11日起，湄公河严重的水灾导致了沿河居民巨大的损失。这个范围从泰国清莱府的清盛和清孔地区到老挝的万象市，以及泰国的朗开府及纳空博农府。水灾带来的影响是河岸的坍塌，摧毁了河流两岸的村庄和田地。水位持续上涨，我以为水不会那么具有破坏性，所以我没有做准备。但早上起来，水位涨得飞快，淹没了所有的东西。泰国清莱的当地人说，洪水主要来自湄公河的干流，而不是老挝和泰国的支流。แค่คืนเดียวเนี่ยนะครับมันขึ้นมาถึงเกือบเม็ดนะครับน้ำโขงมันบ่ใจร้าย就在一个夜晚，水位迅速涨了近一米高，这非常不寻常。因为通常水都是从支流流下，并最多只涨一英尺。这个观察与云南的新闻报道说，季风导致了40人遇难，并影响11个乡镇的情况一致。这次的灾难表明，从中国流出的河水对下游湄公河的流量和水文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泰国的清莱府。为此，泰国人民湄公河网络要求湄公河委员会公布当前在中国境内湄公河河段的情况。特别是曼湾、大潮山和景洪店站的水位。因为只有信息和决策透明，才可以预防下湄公河的水灾。问题就是，水会下还是不下，它就会淹。
湄公河下流干游上的大坝计划最近重新提出，将危及湄公河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水坝项目将把老挝、泰老边界和柬埔寨境内的湄公河切断。แล้วก็เคยเข้าไปดูเขื่อนในลาวที่กำลังสร้างเขื่อนในลาวอยู่เนี่ยนั้นในแม่น้ำโขงนี่ต่อไปมันจะแทบจะไม่ไหลอ่ะ至今外国公司签署了11个开发项目的意向书，包括北冰、朗拉伯邦、沙耶武里、巴莱、沙纳坎、北聪、班库、拉瑟、东沙红、上丁和松柏。以发展区域能源的名义，这些水电项目进展迅速，当局却没有认真地考虑项目的社会和环境代价，而且也没有对区域的能源需求和利用方式做全面的评估。湄公河生态系统的退化将直接影响流域下游6000万人口的生计。现在，湄公河不再是东南亚的母亲河，能源公司跑马圈水，湄公河的生态环境和当地村社将承受代价。河流是为生命而流淌，不是为死亡而流淌。